三分钟带你了解猫咪眼中的人类，你在猫眼里是什么呢？是主人，是铲屎的，还是养父母？其实都不是。首先，猫并不会把你当成人，只会把你当成同类。因为猫和狗不同，狗是可以分辨出它和人类的区别，并且拥有头狼意识，听命于人类，具有服从性。动物学研究人员发现，猫认为自己和人都是猫，只不过品种不同。它是一只动作敏捷、身材娇小的四脚猫，而你是一只高大笨拙的两脚猫。猫在野外时期都是独行动物，靠自己捕猎为生，所以它们根本不会把你当成主人，而是同伴。你这个同伴每天会出门打猎，每天会给它喂猫粮、打理毛发、铲屎，久而久之，它们就会把你当作仆人。一个每天黄昏不睡、凌晨不起，和它们作息不同的每天出门打猎的仆人，在它们眼里，你这个仆人还不怎么勤快。凌晨在猫眼里是捕猎最容易成功的时间，而这个时候的人类却在呼呼大睡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你这个时候不起，就很容易捕不到好的猎物。有的猫就会表现出有些生气，心里在想，这家伙真懒，太阳晒屁股了都不起，好吃的都被别的猫捕完了，难怪我一天天就吃这一种食物。当你早上穿戴衣服拿着东西出门时，对于猫来说，你就是拿着工具出门捕猎了。他们心里会想，这铲屎的真废物，还需要工具才能捕猎，不早起就算了，动作还不灵敏，不像我靠爪子就能捕猎到好多零食。当你晚上下班回家时，在猫眼里你就是捕猎成功回来了，他们会站在门口迎接你。毕竟捕猎这么高危的行为容易受伤或者死掉，你能平安归来，他们就安心多了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还给他带回来吃的，他们就会特别崇拜你，和你贴贴，哇，铲屎的真厉害，不愧是我带出来的。如果没带回食物，他们也会高兴你活着回来，躺在地上撒娇，蹭蹭你的腿，跑去磨爪子，都是爱你高兴的表现。如果这时你直接抱起他来一顿猛亲，他们为什么会表现出一脸错愕并且全身拒绝呢？因为在猫的社交行为中并没有亲吻这一行为，你越界了。他们会想，这人怎么这么没有边界感，口水弄得我一脸都是。因为在猫的社交行为中常用的行为是舔和蹭，两只非常熟悉并且关系很亲密的猫会发生互相舔毛这一行为，并且一般是地位高的给地位低的舔毛。有的时候两只猫互相舔着舔着就打起来了，就是还没确定好社交地位。也有很多猫会舔舐主人的头发、汗毛来把你当小弟。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动物学家发现，在猫眼中，主人只是一个会给他们提供食物、没有恶意、体型硕大的傻猫，需要他们来保护。如果他正在舔你，你反过来舔他一口，他们就会表现得很惊讶，以为你要撼动他的地位。如果你实在想表达你对他的爱意，可以试试用鼻子碰鼻子或者抚摸他们。猫不会说话，但猫会在生活的细节中感受到你对他的爱。抖音